哎，这些在大英博物馆所展出的画作，怎么会出现在缎带网呢？缎带本身就是充满艺术与美感的装饰品。来到缎带网参观，就好像参加了一场丰富的艺术飨宴。同时，欧洲也是缎带的发源地。画作中的人物有很多都是用缎带搭配服装配件呢，这也让我们了解缎带源远流长的历史。